抓到了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。好，这一带的路很难的，多亏烈火老唐给我们带路啊。天台帽子打水的茶园，经过烈火老唐当面解放，没有山叫李豪，外号叫李狼豪。又请他上山赴宴，我看正面。
才有问题啊。对，报告，进来。参谋长，同志们急着让他威虎山都行战书呢。是你带着头发？我啊。什么想法？我想再陈野狼嚎，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吉宴的情况。好，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。是。